小超，哎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？最迟后日。后日，那赶紧准备去，我就不留你了。那我，熟门熟路嘛，走吧。来人啊！有。这个门给我严加警戒。是。九川，你在干嘛呀？谢谢你啊。鬼鬼祟祟的，不会又去找戏子了吧？
我找二鬼子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走远了。醒了。吃点水果吧，补充维生素，能促进伤口愈合。谢谢。刚才外面是不是来人了？一个朋友。听着声音有点耳熟啊。你认识萧九川？萧九川是谁？那你就听错了，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啊。啊，谢谢。阿森纳是兵工厂，没错，就是虎林兵工厂。今天，对呀，6月28号，没错。小哥，是你跟我去通知兵工厂的同志，让老王协助山来同志准备接军火的事。好，等，你去过兵工厂吗？没有啊，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我去。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暴露身份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兵工厂就是新四军的生命线，我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路线图啊，你们研究研究。再见，别送。锤不是我说你，你净挑这种轻松活，你我这叫细活，细活你这，怎么回事？有人进山了，我现在过去。好，快，走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大爷的！玩儿硬的让硬给啄了眼，把我放下来！哎呀喂！哎呀！我看这位壮士气宇轩昂的，有点眼熟啊！眼熟你大爷！快点下来，别开玩笑了，二鬼子来了！好，快，快点，放绳子！炸药，不行，我回来引爆。好，兄弟们，破釜沉舟，我们打一场漂亮的仗。好，人在设备在，人在厂房在。上来，兵工厂的所有同志全部听你指挥。出发！好，走。
敌军们，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捡起来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看他有活口没有。都捡起来啊！黄国良呢？让这小子玩了个金蝉脱壳。黄国良果然是条老狐狸。看来我担心伪军反扑，这里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，咱们撤到陈村支队司令部再做定夺。团长，我想回龙城。回龙城？黄国良这次失败了。 我担心他怀疑我，石大哥，你还走什么？跟我们待在一起啊！就是啊，不是，我说你真是当汉奸当上瘾了？哎，不光我一个人回去，你俩跟我一块儿回去。不是，我俩跟着你干啥？我扮汉奸，你俩扮狗腿子。可不像吧？就是。司令，这次任务失败不是您的原因，主要是我们的计划被提前泄露。 否则，新四军主力团不可能提前设埋伏。那个枪手的射击频率我非常的熟悉，在石家村开枪的就是他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消灭掉。行动前，有没有外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有，萧九川。 都对上了，瑞福祥的布匹没问题，段福祥的红布少了二十匹，以后再也不能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去，去，哎，快着点，快着点，老板在呢，快着点。店里没事吧？刚才有个鬼鬼祟祟的人。 我被绑于盘霄山上，速救萧九川！撤！大哥，慢点跑，再跑马腿就抽筋了。石大哥，你这让我俩去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秘密。哎呀，不是。 你说你跟我们哥俩还买什么关子？有什么任务就跟我们说呗。你俩给我当保镖，给新四军弄进火去。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我们能胜任吗？对呀、啊，行也得干，不行也得干，走。秀才，走，驾，走，驾，撤。九川怎么会在盘霄山上？娘，您看，盘霄山。 老费，咱们走。哎，夫人，盘霄山可是土匪的地盘，再说咱们萧家和盘霄山多年的恩怨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派人通知二少爷去了。你通知他干嘛呢？哎呀，大少爷的事情耽搁不得，再说这白鹿，今后迟早是二少爷的人吧。来不及了，咱们走。老费，老费，跑了，跑了，红夫人，红夫人。小九川呢？黄司令，你来的正好。 你快救救九川吧！救我是来找你要人的。你看，字儿倒是九川的字儿。柯老夫人，这忙我帮不上。我怀疑这封信是假的。绑匪绑人，无非是求财。信上一没写赎金数目，二没写到哪赎人，我怎么相信他是真的？这话是这样讲，可是我们家九川是为你办事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黄司令，我求你救救他！黄司令，您怎么来了？来得正好。前两天你去盘霄山，山上还有多少土匪？上次歼灭土匪至少五十余人，应该剩不下几个了。司令，这事都怪我，逼得土匪狗急跳墙，才绑了我大哥。怎么能怪你呢？剿匪是军人的职责。是。 总管，站！出兵盘霄山。是。司令，那我呢？你留在下界。不是。上。科长，不好了！黄国良回来了。山来同志。黄国良回来是好，直接带军队围了萧府。
是暴露了吧？火力兵工厂有没有消息？没有。老王，准备酒席，我去趟小厂打探一下局势。哎呦，老板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肖老板送酒席。哎呦，你送什么酒席啊？我们家少爷都被土匪抓走了。被土匪抓走了？啊，黄司令都已经派人去消防员救人去了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，我这都看见我们家少爷的亲笔信了都。这样啊？啊。小二，来，把酒席放下。好，等肖老板回来给他压个惊。哎，行行行。哎呦，那谢谢老板娘了啊。哎，放下就行。走。哎，行，那老板娘你慢点啊。走了，哎，老板，哎，这龙城是繁华呀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赶紧走啊，再来啊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德味楼，德味楼，哎，二位吃点什么呀？哎，那个老板，咱这是德味楼是吧？是啊，来两碗蝴蝶面。好嘞，那进了城也不吃点好的？是啊，没说不让咱点别的。下酒，下肉。小川，大少爷，你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大少爷，大少爷回来了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少爷回来了！太好了！娘，小川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雪晴一场，我们都吓死了。黄国良派人去救你。司令，你既然觉得此事有诈，干嘛同意肖山人来找我？如果肖正川有个万一，我找谁要药？我觉得肖山人都狡猾多端，难以控制。所以啊，不能让肖鹤峰跟着来。你今后给我盯住了他。司令放心。哎呀，我的石大哥呀！哎呀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？你别转了！哎呀，该上山了，他该上山了呀！谁上山啊？小贺，他该带着新四军来收编我们呐！小贺办事儿，你放心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看看去！哎，行行行，我陪你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是真恶心了。三儿啊，你陪着石大哥带点人，快去吧，去吧！哎呀，啊，去呀！哎呀，走，来，给我点。站住！你算啥？二位军爷，您这是？上酒。哎，好嘞，招呼。走，爷，这边请，快来。二狗子，咋的？你把那门收起来，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。黄司令，黄司令，我终于追上你了。你不是让土匪给绑了吗？对呀，我是让土匪给绑了呀。好在呀，有惊无险。有惊无险？嗯，让土匪绑了，你这么毫发无伤的回来，就这么简单？对呀，就这么简单呢。说实话，怎么回来的？司令啊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这帮土匪非说是我把点彪给杀了，把我绑上了山，差点毙了我呀！我问你怎么回来站到我面前的？我使了计谋啊！用拉倒吧你！
你萧九川也就在女人身上施点计谋，你还会使什么计谋啊？我给银子了，我不但给银子了，我还写了封信，我就趁机跑出来了。趁他们不注意，你跑出来了？对呀，司令啊，可不是一点点银子，大把大把的银子。不光我回来了，他们跟我一块儿下山了。你想，他收了我的银子，他还敢再回去吗？那土匪呢？在德裕楼。孙德军在，掉头德裕楼。是。萧小川，如果我查出你说一句谎话，你把我毙了。知道就好。大队长，您慢点喝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，放开了张，咱警备大队不比正规军差。妈的，为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，卖命的咱们上？对呀，就是，太他妈憋屈了。真他妈的，穿身校服。来来来，穿什么校服啊？我怎么好像听着肖大队长在这儿呢？啊，黄司令。不是前一阵死了几个兄弟吗？带剩下的兄弟过来喝杯酒压压惊。人呢？没人啊。
这事要传出去，人家说我坑朋友。慢走，慢走啊！哎，慢走，哎，慢走，慢走啊！嘿嘿，辛苦辛苦。这么大的宅子，哎呀，是谁来呀？哎，小九川，你个臭嘴怎么连个把门的都没有啊？啊！再说你说话跟打雷似的。萧大少爷，呀，是是，走着。哎呀，九川回来了。啊，娘。啊，这二位。有酒喝了，有鸡吗？科长，我俩看来是驾轻就背了。这孙子早知道我一枪在虎林打死他好了。注意安全，千万别暴露。你放心吧，我走路跟猫似的，肯定没问题。这几个在虎林，那个个是好汉呐！你太鲁莽了，做任何决定都要早请示晚会的，这是组织纪律。这批军火量大，我得需要几个帮手啊。那你也要先跟我商量。哪有机会啊？这次任务就不让他们两个参与了，让他们两个守着萧家，谨防萧九川回来。我们千万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在黄国良手上。那这批军火怎么办？运输路线我已经通知给了游击队的同志们，他们会配合你的行动。
药品之事是当务之急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是。是。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司令，属下有一个建议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。鬼剑谷地形复杂，警戒线150米肯定不够用。那你的建议呢？至少350米，现在增加兵力是小，确保安全是大。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司令，属下对鬼剑谷也有所担心。说。不知道肖队长那位哥哥是否会引来土匪啊？土匪？几个土匪你就怕了？我告诉你，别说是土匪，就算是新四军主力团来了，我们也能杀他个片甲不留。王国良已经同意了这条运送路线。这道山谷两边植被茂盛，人迹罕至。没错，鬼剑谷距离不长，谷口很窄，只能容下2-3个人通过。进入谷内后，道路会越来越宽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口袋。敌人一旦进来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而且，这次运货的人数不多，没有几条枪支，所以我们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放心吧，这货肯定是咱们的，一定让他们光着腚回龙城。对。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敌人数次清乡，我们的主力部队和敌人作战拼的就是军火弹药，而日本人为了切断我们的弹药，曾让黄国良袭击我们的兵工厂，所以敌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批军火，大家一定要万事小心，避免我方伤亡。记住我们的两个任务，保护石山来，抢走军火。是是是。翠花，白露姐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在这看什么呢？你看景多美啊，今天好多了，我出来透透气。啊，你看谁来了？翠花姐。虎子。翠花姐，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他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不能剧烈运动。老师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白露姐，我就要走了，我好舍不得你。龙城不安全，我就不留你了，回去好好照顾自己。
马才啊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有这个；答不对呢，没这个。没关系，我肯定不会答错。你看看，这里边哪个是顾老板呢？这个会呀，打个转悠。啊，跳跳跳！啊，那个，那个，旁边那个就是顾老板。玩去吧，谢少爷。哎呦，肖老板，这次好爽快啊！好啊，啊，好好，那再来验货吧。打开。好。不错啊，装货。装货。装货，装货，装货。慢着。肖老板，货验的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截货！哎，孙副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黄司令担心肖老板有什么意外，特意派我来接货。哦，黄司令对我还是不放心是吧？黄。